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精华。我是老头 Alderman， 我们又回来我们的仙境传说地图啦。啊，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哈，我就简单的稍微说明一下目前的状况。这张地图原本是要以原始生存为出发点，不装任何破坏游戏平衡的一个模组来进行游戏。但是玩到第十五集之后，老头停摆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地图可以再装其他模组了，因为他这个方舟这个游戏呢，他这个地图划分的其实有点麻烦，就是说你不能多开同一张地图，你只能挑你选择要的地图去进行。好，所以说呢就变得比较麻烦，因为老头有新模组又不想要跟之前模组做冲突。那刚好仙境传说这张地图它是干净的。然后那时候只能勉勉强强就是把这张地图的这个记录档，原始生存记录档备份之后，就开始进行恐惧模组。恐惧模组进行到后面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之后，最近老头呢又在工作坊找到了生态扩充模组。这个呢并不是官方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很强的这个大大们做出来的。就是说呢，不只会有方舟的生物，还会有方舟以前的生物，那些官方没有做出来的东西通通都会被纳入在这个模组里面。所以说你有可能会看到晚龙啊，或者是说其他你没有见过的生物啊。应该就是想说这些生物其实都是同种类的，但是它的外形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霸王龙的外形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那是别种类的霸王龙，好不好？这样讲你们不知道明不明白啊？好吧，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稍微去外面观望一下，看看周遭到底多了些什么东西。老头也是蛮期待的我们一样骑我们的阿奇来探索一下吧，找，看可不可以找到晚龙啊？其实我蛮想抓一只晚龙的。因为老头以前小时候最爱的就是晚龙，因为我觉得它很大只，看起来就是可以带我到处走走踏踏这样子。不知道这个模组里面有没有新增晚龙，还是说新增其他的？把血条打开看一下好了。你看这右下角有一个英文名字，有没有？这就是新模组的东西了。那边又有一个英文名，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不要攻击到我们！我看一下这一只，这一只也是剑龙，这一只也是剑龙，但是它跟我们官方的剑龙不一样。喂，干什么？这只是副杰龙吧？怎么头颅长得不太相同？你看这个，这个是原版的，这个是官方版的剑龙，然后这是模组版的剑龙。哇！怒吼了！不要咬啊！卖了！可恶，不让我抓！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好了。那只剑龙应该抓不了，因为有霸王龙在那边。这边还有三角龙模组版本的三角龙跟官方版本的三角龙体型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也太酷了吧！这是什么？这个是会攻击。这是蜥蜴先把它弄死好了。为什么攻击这么高啊？奇怪，我记得我调整攻击力设定啊。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再把它调回来，好不好？下一集是可以调回来的，到时候再去做调整。我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抓啊。那这边又有不同种类的，这只剑龙到底是什么种类？我这看不懂，其实长得有点丑我觉得。可不可以抓啊？抓看看好了。射一下头，我们先抓这一只。他攻击我了！我们站在这里，他就没有办法攻击我了，太棒了！来呀！射到自己了！我们到时候呢，可以抓更多，因为我看他这个模组里面哇，千奇百怪，还有什么螃蟹还有那种螃蟹类型的在海边大只的螃蟹还有像什么很像一只飞龙的这个东西，这个之后才有办法遇得到我们先从这种最基本的开始抓起好了。完了，我射到另外一只了，那个写 L L
LAPIS 跟下面这一只有什么差别啊？这强化过的吗？没关系，我快抓到手了。哎，晕了晕了晕了！这没有意外，应该是吃果实啊。我先把它弄死。哈哈，破图。哎，看你要吃什么。你应该是吃果实的，我来看一下。哦，那边好多黄果、哦，看一下你吃是不是吃这个啊？哇，它掉这个有点慢啊，没关系，慢慢稍微等一下好了。要等到30，好，再看看。还是我们这边有白果，给它吃白果，让它降一下饥饿值好了。那、欸、并没有，哇，起来了。哦，老头倍率调蛮高的，哎、欸，它不需要安欸，这货居然不需要安。哎、欸，不错啊，不用按直接就起来了，省了一些麻烦。不过我现在负重动不了啊。我看后面那是怎样？哎、欸，那个是晚龙是不是？哎、欸，那是晚龙哎、欸。Oh my god！ 我居然看到晚龙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哇，这是晚龙对不对？哦，我们晚龙要死了。帮忙一下好了，啊靠！要我连，我的晚龙，这可以把它带回家，太棒了。哎、欸，如果我这样抓晚龙，我要怎么把晚龙带回家，也是一个问题啊。真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装传送门，啥门没有装那个传送门啊！我天啊，那尾巴打太慢了吧？右键。哦，往前踏，往前踏，右键是往前踏、欸，哎，听话，让我踏踏，打架啊，打架啊，嗯，踏死你，我得踏死你，好，我们的新宠物，把它带回家，不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哦。你看，又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啊？狐狸，这是狐狸。狐狸要怎么抓、啊？哇哇 ！Oh my gosh！ 哎、哇，连狐狸都出现了。来来来，给你吃大腿肉，不要说对你不好啊。狐狸耶、欸！居然会有这种 so kawaii 的狐狸，你看那只可怜的嘟嘟鸟站在那个地方，好可怜哦，无依无靠的嘟嘟鸟，啊，在那里等死啊！哇，哦呦，吓一跳，狐狸站起来了，但是它好像没有啊，不，它没有安呢、欸，只是抓起来。抓起来就是装逼用的吧，好吧，我们把它带回家。哎、欸，我们后面有一只 A 开头的什么？来吧，多抓多抓。这是迅猛龙，那个侏罗纪公园版本的迅猛龙，居然会出现在这里。啊！别弄我，嗯。为什么这么多只？哇！多抓多抓！这叫100%了还在跑，这种情形啊？哎、欸，这是 bug 吧？射完了还在跑，来给你们吃肉、哦，这也太好笑了吧！哇，我这身上没有肉了。哇，你身上怎么那么多肉啊？哈哈！哎，他们晕倒的方式是这样子哎、欸。做的不太完全哦，你这家伙是吃肉不是吗？我已经给你肉了，哦，有了，停了，那有没有安？他只有 skin 没有安，这家伙没有安，好哦，对吧？这个应该是迅猛龙的某一种科目吧？啊，只是跟我们现在方舟迅猛龙不太相同而已吧，对吧？好，一起带回家。我们那只
然后从这边走，来，从这边跳下来，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别吝啬。喂，哦，全部都很 happy， 有没有 ？So happy 这样子，这是什么 ？C 开头的。哦，这是类似无齿翼龙的那一种。他怎么停留在那？不见了，啊，还在那里，他卡住啦！你是不是卡住？你不是卡住哦，飞超快的。算了，啊，以后再说，我不急，哥不急。哇，这是什么啊？这水中生物第一次看到呢。这鸭嘴兽吗？我真的是看到好多以前古代的生物，但是我真的一个名字都念不出来。完全念不出来，因为它没有显示中文字啊，所以说我完全念不出来啊。哇塞，我看到这只白色的大蜥蜴，白色的大蜥蜴耶！然后这边有一只很像蚕爪龙的生物，但是又长得不是很像蚕爪龙，干是打好痛啊！哇哩嘞，不要那么凶嘛！我上来抓这只像蚕爪龙的生物。这应该不叫蚕爪龙，这叫什么忘记了？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反正跟爪子有关系就对了。哇，这一只，算了，射一射好了。别躲啊，小坏蛋！射到自己了。你这个位置我很难搞啊，一直站在正中央，我射不到它。哦，你们这边看到那只不是鳄鱼，那只蜥蜴。哦，那蜥蜴我也蛮想抓的嘛，感觉都是射晕的那一种啊。呜 ，nope， 别，不要伤害我。来呀、啊，可以这样慢慢晕它也不错啦。林北就站在这里，啊，算了，不要了，在这边，他会进到水里，那在水里晕倒就糟糕了，马上溺毙啊！好，我们还是这样子好了。他被卡住了，太棒了！不要一直晃啊，是在晃几点的、啊？让我抓！哦，刚好这个神卡位啊，我们应该可以抓到了啦。风神翼龙不要晃，对啊，牛龙，三角龙加油，三角龙加油，帮我掩护一下，帮我撑十秒。有了，帮我撑十秒。好了，十秒撑过去了。全挂，要按太麻烦了啊。啊，站起来，站起来了。哦，你看起来跟之前的那个很像。好，你要安。好的，哈哈哈哈，我看你要什么安好。我来看看，这个吗？不是 ，N 开头的是吧？到底哪个才是你要的啊？Notchron，Notchron， 哇哩嘞 ，Not， 完全没有啊！你在跟我开玩笑？该不会是这一个吧？我可以直接把它带回家、啊，你把它带回家好了。耶、yeah, ，还好风神翼龙抓起来，中型生物都 OK 的。啊，先回去再说吧。我赌看是不是这个啦，不是就算了。不是在找吗？对不对？啊，那你在哪里？我看到你在这里，是不是呢？是不是呢？答案是不是？啊呵嘞，啊到底是什么啦？你这个名字我实在对不到欸。你要我怎么对得到你的安呢？啊，重爪龙啦，讲错了，这个是应该是叫重爪龙啦，搞不好重爪龙它就可以骑了，我们试试看重爪龙好了。
好不好？刚好我也没有点数了。重爪龙，重爪龙是在工作台做吗？哦，对耶，他需要皮兽皮，试试看吧。再没有就真的没有了、欸，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他到底是用什么起耶、欸？啊，我现在非常的苦恼啊！啊，我看一下我们这原本以前的生物都还在这里，非常好。哎呀，我们这边就有一只重爪龙了啊！我是在坑几点的、啊？那边就有一个免费重爪龙的安，我不用。啊，怎么知道我在坑几点的？不是你，这个吗？野猪二，大哥，你到底是哪一个？好吧，算了，我放弃了他的暗，我找不到，也没办法测试他的招式啊。不过呢，我们下一集尽可能，好不好？尽可能找到他的暗。啊，再找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反正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找啊。哦啊，这是怎样？啊，我们这只野猪整只四只脚插在石头缝里面。好，生无可恋的样子，好吧，你加油，好吧，我觉得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这个方舟生存计划再见面啦，拜拜。